他喜欢的泡芙书包，然后他可以背起来这样。可以帮我拿起来吗？所以你刚刚有去看演唱会吗？我昨天的，我看昨天场的，今天的票没有买到，我被想看两场。那你怎么知道他在这边？我把所有的火锅店都绕一圈。对，就是自己开车过来的。对，想说就是碰碰看，就看到很多人，就大概应该是了这样。加油！不会吗？还有。